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。这中药熬好了，又该回去喝中药了。苦啊，真苦，苦也没法也得喝，憋着气也得喝。妈，药熬好了。我说我起来熬了。鸽子。哎。赶紧过来，喝药了。准备好了，咱就可以。嗯。狠点吃，我狠点吃，我就是。你喝。等等，反正还搁点鸡的高温。好。这玩意儿是好玩，这都行，应该有记号的。嗯。软糯味儿。你往哪儿倒？倒到那垃圾桶里头啊！咦，这直接倒垃圾桶里，这药都是喝了，倒到那流水沟那儿去了，或者是流水沟那儿，那倒到流水沟这儿了。不是在家里啊？这倒到门那块，在那个冲走了，我是水。我说，你们真想逮一条根儿，这是？还有啥不逮的呢？叫我去帮忙。叫你去，我去倒。这边叫我去看看。看，这倒了还得回来了，还得拖呢，好了，很小。不是倒到哪正气口儿口了呀？别倒了了，别回头走了呢。药到十字口，大病小病都推走。还不能回头啊，还。往这一扫把，扭头就走了，别再看，再看着水桶人。好，再往这边的水桶人，冲走了。这人都看走吧。哈哈哈哈哈。一溜烟儿就走回来了。一路上也没搁扭头看看。没我穿的快。在那个背后里头，啥时候就这套。反正这是过去的老托盘吧，村里买一个托。哎，不叫回头看吗？看回头看看，转回来了。那就到底不知道啥意思，反正是当时的这个都是说，冲走了，就是病好了，好了，大腿要疼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妈，你看这都还有几十斤，有好多几十斤。几十斤是你胃不好不是？不知道。你看，这都不知道是啥。鸡丝皮、枸杞、三藏，就认识这几样，这不知道是啥。哎呀，臭味儿。烂里头。烂里头了。这中药八路宽喝了吗？啥八路宽啊？我八路宽是，汁比较多。中药先慢，不比药快。中药咱这中药八路宽。就这水少不少就干了。不少泡着，这五斤喝完了还得去拿。你看看拿了人家都该改改了。嗯。搁那泡着。泡着吧，泡着。泡着了就倒了。泡个红药和熬和油盐。好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再多喝点水。